有请坦克邱建良，漂亮的动作，小跟啊！再看一次，一下转身，太阳穴啊！中国坦克邱建良带队杀入到日本东京，上百记神龙摆尾，彻底踢废日本选手，在日本擂台扬我国威，能够让日本的粉丝。
得出来邱建良的优势。所以说毫无悬念，恭喜邱建良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那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